选择为热爱而战，我会跨越障碍，绝不回头。我是王一博，我们都是和平精英，带上三巨头，跟我进圈。 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在玩和平精英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感受吗？对，很刺激。然后平时也会喜欢开一些摩托车和汽车在赛道里，可以感受一下飞坡的那种感觉。好，我们可以朝着我们的机位摆出一个自己喜欢的 pose 吗？都拿着信号枪的啊，很酷啊，看看怎么样？对。 希望能够在职业选手的带领下，能够打出一些好的战术，占领一些好的地形吧。好，期待你们的表现。这边非著名发配地是王一博的游戏 ID， 现场一定要把他的 ID 记住。对。哎，王一博为什么要选择用非著名发配镜呢？我觉得可能他擅长啊，发配镜是一种远程瞄准的瞄具，可能他在游戏中特别擅长去远距离当做一个狙击手，一击制敌。 王一博继续对这个石头的敌人发起攻击，但你要知道，王一博手里拿的是威力最强的 AWM， 我们在游戏里面只要听到 AWM 的枪声，就有如闻风丧胆一般。是的。 王一博继续打击这个打不死的人机，可这个时候对方选择拉倒王一博的近点。哎，狙一枪，你看，直接把这个人吓得都得下车倒地方躲起来。是的。平时比较爱玩狙，今天的这个组合是，我相信你也是第一次和职业选手这样组合来玩吧？ 跟职业选手搭档，您的感受是怎么样的？跟咱们说一说。非常的专业，就会教我，对不起，会教我调教一些灵敏度啊什么的，然后告诉我陀螺仪怎么使用。然后我这次就是跟真正的职业选手对了一次狙之后，什么才叫就是体会到什么才叫真正的厉害。 我先看有没有找一个合适的时机。好，现在好像，一博，刚才您说过这个开始的时候，您就说过平时您会更多的选择摩托车。摩托车是在游戏里边最倾向使用的载具吗？如果安全的话会用，不安全的话就算了。您是说在这个你去的环境安全的时候，你还是会选择摩托车的，是这意思？环境的话可以选择，或进山的时候摩托车会更快一点嘛，所以也会选择。好嘞，明白了。是的。
选择去把迪日巴接上车。哎，应该还有华晨宇没找着，等一下要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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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。哎，这个车的驾驶员，我要是没看错的话，应该是王一博吧？王一博在驾驶吉普车。哎，平时他是一位优秀的摩托车手，到了游戏里面啊，开启吉普车也能在山谷地图极限越野。这时候我们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？这个呀，看起来撞了一下，但实际上载具的耐久度也没有减，其实不要紧。姐，那你觉得这场游戏自己的发挥怎么样？也很紧张，然后就开车的时候就撞墙了。然后这一把的话，确实感觉我们游戏体验感都挺差的，就结束了，就结束了。小哥问小问题，有点紧张，主要对赛场环境还不是那么熟悉。